特斯拉太让我失望了，又开始减配了，居然对自己卖的这么好的一台车下这么狠的毒手。这是北美地区的特斯拉官网标许 Model Y 的配置清单，居然已经开始减配了。都知道 Model Y 全系搭配了14个扬声器，一个低音炮外加两个功放，但现在的配置已经改成了7个扬声器加一个功放，算一算少了多少，整整少了一倍，7个扬声器，一个低音炮，一个功放。本来我觉得 Model Y 的音质真的很扛打，这回再说有可能要一言难尽了。虽然目前国内没有任何更改配置的消息，但目前国外市场的推行已经减配了两个国家和地区，一个是北美，一个是加拿大。而特斯拉这个减配动作，阿洛认为很可能会波及到咱们国内地区，所以最近准备提后轮驱动版的小伙伴一定要想好到底什么时候去提。真不知道是谁给特斯拉的勇气，别人在拼命的堆各种配置，而他却悄无声息的玩起了减配，不同的价格给你不一样的配置。换新版的 Model 3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，标序只有9个扬声器一个功放，而贵了40000的长序就有两个低音炮和内置的17个扬声器外加两个功放，而且标序连个翻毛皮的门板都不给你了。那么既然配置都打算减了，你觉得它的价格会不会进一步的下降？